希望明年的此时此刻，我们不会对老师羞愧的失望过不去，而是抬头挺胸，骄傲地说：“老师，谢谢您。”就算有人笑我做梦，我想不想来回被选中，我会像命运低头、哦哦哦、我知道我有错、我不是一个世界的，我金针花就这个意义吧。我说你一个姑娘家，你能当什么呀？老妹，咱们可以去当官。那你该怎么就不能当官？只要我努力，无论是捕快的差事，还是未来的夫君，都能如愿以偿。女孩子学什么理科呀？学文科多好。嗯、你去北京上大学。哇，什么北大北大的，不要再提了。不许去，就在广东这边。我能有一点自己做决定的权利吗？哎，你忘了，是我们把你培养成今天这个样子。如果不是的话，你还现在这个样子，哪像是你们的孩子呀？我就像你的提线木偶。宝兴的考试，你要想去就去试吧。哦，对，谢谢大家。命就是自己，就算我们没有火药，但是我们还有刀，还有剑，还有石块，还有砖瓦，只要还有一线希望，我相信齐夫人定能带我们守住杭城。我记得质疑，也记得前进，只要我准备好，一切都是新的开始。